还是你看着最顺眼，爹，就让他当我的保镖。刘星啊，我女儿贾妮，以后她的安全就交给你了。好啊，只要不介意，我带着她。 不如你来帮我挑吧。哦，妈妈试。小姐，这件衣服非常适合你，要不要试一试？这是我的助理二人。 还是这件更适合你。你的女人呢？你收了她的钱，把她给放走了，是不是？我爹地就要来了，不如你讨好讨好我，我呢，挡你一面，怎么样？ 果然还是你的眼光好。怎么样？考虑好要做我的人了吗？我说了，我对你真的不感兴趣。 哲青啊。
的妞呢？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他们也太明目张胆了。这小子真那么上头啊？你也不用解释他了。保险起见，你不觉得更稳妥的办法？是让他当你的女婿吗？你真看上那小子了？我，为什么回来？我没办法丢下你。你不会是对我产生了多余的情感了吧？你别自恋了。兄弟，在一起做事情。以后你就是我兄弟了，这杯我敬你。老三，我也敬你一杯。这么护着，玩点真格的呗。哦，你先回房间吧，我很快去。Thank you.
徐昭卿的。你没听见他说的话吗？不就是个男人，值得这么在意吗？这个信号几乎可能出了差错。就说我要逃跑，你把我赶回来。Dark.